各位观众、听众、同学，大家好，我是林文老师，欢迎收看《林威说文解字》免费版。今天要讲解的文章是一个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待的够久？这是林文老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看到的文章，所以我讲解这个内容。然后，林威说文解字的使用法很简单，就是你就听我讲解完之后，然后查一下单字。 查一下字典，你可以用电子手机字典查，你可以用手翻字典查，至少一天查五个单字嘛，不要贪心，一天五个字就可以了。词类变化跟例句，词类变化跟例句，有时候注意它这一词的用法，你在文章会看到，我会讲到很多的文章重点，这样你学的会比较多。一篇文章五个字，不要贪心。 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一个月二十五篇，林文老师收费一百块钱，这样效果应该很好啊，对不对？不用贪心，不要想太多。那林文老师的收费应该非常的合理，好，让你看到这么多的文章。至于呃累积效的效果，那当然，刚刚各位的各种用法我有介绍过。比如说，你可以用手机查字典，用手机把荧幕拍下来，就变成单字卡，单字卡可以学习效果更好。当然，你是成为林文老师的订户，林文老师把单字卡呢也会寄给各位同学。 我还在陆续推出更多的产品，因为我希望我的 A P P 能够永续经营，维持生活的所需，就这样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十年后我要退休嘛，为我,我十年后的目标大计划做铺路，是代表十年内我绝对会讲解，十年后呢我会继续讲解。所以我的目的是保持身体健康，让各位可以随时打开手机重听两遍、三遍、一百遍都可以，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文章，呃，今天文章的标题是 Ten Ten Reasons to Stay in a Job。 嗯，为什么有十个理由我们要待在一个工呃，待在待,待在同一个工作要十大理由，而且最好待到十年，他这样讲的。好，我们来看文章。As of 就代表到二零一二年一月，他们做个统计。The median 就代表平均值了。 The wage and salary. Wage 是工资，像你拿的是工、嗯、日薪、时薪、周薪，拿的是工资。嗯、salary 是月薪，所以不管你拿工资的，就属于蓝领阶级的，或者 salary 白领阶级的工人呢，在美国，have been with their current employees with just four to four point six years. Current 目前的这个字当然是重要的，你会发现 current 本身跟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名词是流，形容词叫流通的，那 currency 叫货币，叫流通的钱币，所以你可以了解它的重要性。目前的员工大概一个工资上平均待的时间四点六年，他们觉得是令人惊讶。Other recent data points 其他的资料显示，equally disturbing 让人困扰，哇，他用这个字来形容 disturbing，困扰的。 disturb 名词叫 disturbance，所以说你看一天五个单子不贪心嘛，对不对？当然我讲解早就超过十个、十个单、五个单子了哈。The staffing company 人事部他们做人事的机构做了调查，他们说 forty percent of employees 百分四十的员工 planning to look for new job within next six months 六个月内呢，他会寻找新的工作，百分之四十代表流动性很大。Another survey knows that 另外一个调查说明 sixty nine percent 百分七十的员工哦。 Are already at least passively shopping for new job opportunities. Passively, Active. Active 叫主动，被动叫 passive，所以这样可以了解它的用法了。被动的在搜寻，透过什么呢？社群网站、social media，就像 Facebook、Twitter、p o l a n d 等等的，他们来找寻资料。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为什么有说明？下面有十大理由，所以你付费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林文老师讲解更多的资料。 好，希望你能够认真小绿订阅的问题。如果你要效果更好，那就是看空中英语教室或《For You》杂志林伟老师有讲解。那你可以付费啊，林老师有讲解这个杂志的讲解说明档哈，杂志要自己去买哦。杂志去买，那林伟老师讲解，再加 PDF，我至少一个月的杂志会挑四篇文章做详细的词类变化的介绍，那再加讲解，你这样效看的效果，那填空填进去才会效果好。 一点点的累积，大大的收获啊！千万不要忘记，所以我们空中再次相会，拜拜。